是立法委员会使进入袂使出来，因为伊无达到咱的要求。第二个关键，议事人员警察可以处理，无要搁一摆啊，无要搁一摆啊。咱遮拢一挂老弱妇孺，咱赶快遵守六不原则。伊即摆有可能上台先去离咱，因为警察无要配合，咱嘛无法度甲因配合。大家讲对唔对？对。大家是为着咱台湾咧打拼，对唔对？对。欢迎咱九九八咱陈中委员大力的支援，感谢恁，甲大家画一下口号。咱话李建安，大家叫伊甲请起来无？好。李建安。李建安，站起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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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快，李明鑫，咱嘛是要用枪支来换，伊死机都无效，因为欠咱奖金一亿的税金，大家拢对唔对？对。来，李明鑫，咱嘛该枪支无？好。李明鑫，站起！李明鑫，站起！李明鑫，站起！是吧？警方，我昨甲因局长、甲副局长协调，因警方竟然无要配合，咱若要遵守咱的规矩，立法委员只入无出。刚才已经协调过了，我们警察已经往后退了，他们都在这边警察，拿牌我们都没意见，刚才已经协调过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对啊，我们也在这边嘛，我们都在这边嘛，对对对，是不能进坐哈，我刚才讲过了哈，好不好？来，咱弄这边。我们这个活动是针对立法委员，那立法委员要做出决定，把不好的立法委员把它解职，把违法的立法委员把它解职，这是我们的目的。至于我们要到什么时候呢？也许今天，也许明天，也许后天，也许五天后，我不知道。啊，就是他今天要不做什么决定？他如果说今天不做决定，我要听我指挥官的。啊，我们这边也是有系统的一个指挥啊。啊，就是主要是人民的权利最大，立法委员是执行我们人民的权利。啊，那我们是希望立法委员要好好的来做事。好，谢谢。您是组织者吗？我是里面的一份子。好，是台湾人民伟大的人民的一份子。不会姓哦。我姓赖，谢谢，谢谢。李青兰，李青兰，解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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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你别给我冻掉了。李明星，李明星，李明星，铁子，铁子，李明星，李明星，铁子，铁子，李千南，李千南，铁子，铁子，李明星，李明星，铁子，铁子，和平，和平，抗争，抗争，和平，和平，抗争，抗争，理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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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抗争。台湾天，台湾人民听取人民的主权，哈、哦！啊，你管伊，我都执行的工作，咱要求伊马上来执行，哈、哦！感谢大家，啊，较紧来参加啦，吼、哦，较紧来参加，咱会继续，哈、哦！十家，你管伊做出解决的目标为止，哈、哦！感谢邓理，哈、哦！咱台湾，台湾人唔通浪费，啊、哦，难浪费。以后要建国就无希望，所以希望你会当较紧来参与这种行动，啊、哦！拜托拜托，大家来做个行动，这是历史性、公营的民主性质的第一件。第一件来赢，咱以后就有成功独立建国的机会；第一件若输，咱就要继续辛苦的。所以希望你较紧会当来参与这种性质，拜托大家会当做位来行动来。用咱家己的力量建立咱家己的国家，用咱家己的力量来解救咱家己做奴隶这个啊困境啊！台湾人民啊，勇敢站出来！这个时间是你行动的时阵哦，吼、啊，唔能伫存，特别美，特别淡，吼、啊，咱用家己的行动来继续进行，拜托大家，多谢大家。现在直播情况怎么样？叫推荐啦！叫推荐，我拉这啦。你是人咧？安怎进化来？啊？安怎进化来？这啦，这两位看到。不啦，是安怎进化落来啦？你不要，你不要出山啊！啊，你不能这一队。啊，是啊，把你挂出来。黄金组啊，优势级，优势级力啊！优势级力啊！你安落台，你去安落台，你去安落台，安落台，无落台就安落台，无人接啊！你去安人接啊！你去安人接啊！你去安人接啊！李天然发摊，李天然发摊，发摊发摊，发摊安落台，李天然发摊。麻烦请立即停止违法的行为。张明佑先生，张明佑先生，我是现场指挥官，中正第一分局带队分队长在上，你们未经申请许可，在林森南路、青岛东路口持续鼓噪，以违反集会游行之相关规定。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，我第一次口头警告。不了解这场民主性质的意义，无迄个信心，甲无迄个决心，站出来甲大家站做伙。所以咱这一波的攻势无成功啊，无成功，因立法委员到尾啊，拢稍微来来换阵啊，也好料的。啊，咱大家较歹势，因为这个蚂蚱、甲肉包、祖先的作业无好势，啊，啊，互咱的啊好朋友啊，咱祝福咱两三点钟，而且啊，大家有一个新的，啊，大家鞠躬。